啃个大杨桃煎呢。哇，这个被我放的已经稍微有点黄了，口感更好。好，以前我以为杨桃只有放黄了之后它才会好吃，事实证明哈，就这个杨桃你绿了的时候它吃也很好吃。老解渴了，爱吃杨桃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，一定要尝一尝他家这个杨桃。